問下你啦，咁你對於呢個比賽點樣睇法咧？有咩高見啊？我覺得咧，今次個比賽咧都有好多人參加啦，咁好多比賽參加比賽嘅參賽者都好出色啦，表現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節操音樂啊、節操球技嘅好機會嘅。咁做得好嘅咧，咁就keep 住係努力啦，咁做得唔好咧，亦都借住今次嘅比賽咧，係同埋睇到評判嘅評語咧，去吸收翻經驗啦，咁知道之後學音樂咧係學習上要注意呢啲細節嘅，就係啦，為自己係打咗一支強心針嘅，因為評判咧都好用心咁樣係諗下有啲咩可以幫你去改進噶，同埋就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咁樣各位參賽者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比賽咧嘅評判咧相當之勞苦功高啊！佢哋咧親手寫嘅評語咧相當之重要嘅，對於各位參賽者咧，咁以後睇翻咧都知道自己有啲乜嘢改善嘅地方，同埋有啲乜嘢優點咧就要保留嘅。好多謝你啊，潘友傑先生。